比心、哈尔滨，就是很多那种文创。有蓬蓬在那打工，这是假的。那是什么？就是很多文创的，我很想去，可是我觉得我去会失心疯。哦，我去年买的恐龙吊是掉了。运彩大会，真的假的？哎哎，对耶。Hello QQ 男茶的普拉斯 ，Hello 天天 ，Hello 企鹅 ，Hello 双眼 ，Hello 风龙面麻，再买一个。对，我在想要去看。可是我觉得去那种地方都很可怕，就是什么东西都好可爱，就失心疯。Hello 小米 ，Hello 志祥 ，Hello Kevin。我找时间想去看看。Hello 月笑 ，Hello 志宏 ，Hello 乖乖，新的恐龙对，而且我看到有企鹅的，那个作者画企鹅。谢谢小米的四叶草，晚安。啊，叔叔，你的蓬蓬在哪里打工啊？还有欢愉，还有欢愉。哈喽姨，雷包子，不知道。哈喽，还有勇哥。晚上好。谢谢勇哥的分享啊。谢谢姨的玫瑰，谢谢勇哥的小浪花。吃饭中我要吃橘子。今天没有凤梨吗？凤梨好像还没吃完。我变胖了。张宝，你觉得好吃啊？我想和你看最美的风景。我不知道哎。越胖越好，那个就是油了，好吗 ？Hello 阿春 ，Hello CJ， 我要在这里自首。我礼拜天的亲吻跳错，跳错了。他的牙都透明人。我错在一个很不应该，这里是他有两次，然后两次都错。不要，我不要再跳错了，跳错是该死。
你是坐在那边右我的右手边的柱子后面啊？小米会来吗？最长的电影。对你那色的世界，不知道。哎，那个票是要怎么？我那天在看，它有个东西，它是可以填那个表单哦，然后进去会有什么号码。爱国树，那个号码要去哪里找？我有看没懂，它看起来超难填的。最长的电影，如果没有填，就不能抽了吗？那是多么的 ，Hello， 盖瑞来了 ，Hello， 托马。哦，所以是要填那个。Hello， 真心男子，毕竟阿洛难得才能看到你，什么意思？我吗？我很难得吗？现在不就在了吗？为什么网络出现了问题？很坏呢。啊，叔叔。网络是怎么了？说得到做得到，有没缴钱吗？没钱缴啊！他这什么时候抽啊？做到对，我自己可以查。Get on my way, shut up, baby, yeah. 太挑战犹豫，有太多己所不欲。说得到，做得到。太过于焦虑，太害怕会失去。说得到，做得到。太想要证据，却根本毫无根据。说得到，做得到。烦恼何无趣？五月三。哦，所以是五月三号十二点最后填，然后五月四号公布。说得到，做得到。就那天在看，
烟酒，还有那个进去看，然后我进去看的时候就已完售，我就被好被不知道被什么虫咬了，怎么办？今天4月21日。喂，你看一下那个，就要期待。有机会呢，呢一定还会有活动的，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说得到啊，做得到啊。三姑不会来了，他在 Japan。烦恼很无趣。Hello， 座位编号跟条码编号，座位编号是什么？Hello， 是我的表演还是他的表演？谢谢叔叔送的枫叶。我真不知道被什么咬，会痒。可是又不是那种蚊子咬，就是一粒几粒。大家都熟门熟路了，可以磕到你什么？今天涂个指甲呢。好，基本娘的坤坤，哎呀，大家，你们这种点小鸭要吃什么？Hello，
西西真古树的枫叶。那刚刚在说地盘，然后现在在问说小小吃什么。现在有多少人在开啊？好贵的吐司。有钱人。哎，包子，我想问，大卤是如何的一台车？是有舒服感，是骑起来舒服是吗？好啦，叔叔爱你哦。哎，今天日华还没来。我真的好喜欢吃麦茶劳的安格斯黑牛堡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。这话题超跳的。那个超好吃，你是说盒子黑色还是汉堡皮黑色？你要110就可以吃到一个、欸。因为它快没了，那个牛肉牛口味有哦。Hello， 明晶，下次去看看。我只有看我朋友点那个鸡的辣的，好像是鸡吧，忘记了。然后那天我同学跟我分享，他以前有认识的在做麦当劳，然后他的朋友都会很久以前是，然后他的朋友他总是会跟我分享一些让我可以颠覆我吃各种的嘿，他说他都会叫他。他认识的有一个坐后台，一个坐前台，然后他就去点，他朋友就跟他讲说，你去点那个快乐分享餐，就不是家庭的那种快乐分享餐，然后20块麦克鸡块嘛，内场认识的那个就20块麦克鸡块，可能丢进去不止20个，可能有30个，30个丢进去，再给你的劲辣鸡翅啦、鸡腿啦，各种各种，然后什么麦香鸡。的那个鸡排啊，然后塞满了之后再丢薯条啊，然后合起来。我听他讲完，我就觉得这为什么可以这么夸张？他们就行吗？谢谢叔叔的小小树苗，再买一只肉包，你要给我买吗？谢谢肉包的分享，这个好可爱。他会不急不急不急，买一次铜锣烧，塞到那个盒子。对啊，夸张哎！你可以多买一点生血灯。
多买一点圣诞节，我就可以买。不要送礼物，送圣买圣诞节。应该化妆品都不行。再多买点啊！明经理，这句话是肉包有买肉肉的生血哦，还是肉包有买肉肉的生血哦？哦，是一还是二？明晶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什么，大家都知道、啊。耳环可以吧？耳环可以吧？嘿，有听懂吗？哎，说到现在我都还没看到啊，我还可以啊，还有一号大威，大威，冯甲人叔叔。你有谢谢小美的分享，可以吧？对，嗯，没有，人家名字写叔叔嘛，鱼萍嘛，我知道你没有读冯甲，好不好？我还知道你没有考上板那真。我最近在我家找到一件很好吃的鸭肉饭，去烤了。然后你好像就会成为小智的学妹了。没，
啊，同进学校啊。真假的，这样怎么查？真假的？可以吧？大家写信了，写信告诉我今天可不可以送耳环？耳环暂时。会考就会考，不会考就不会考，所以你到底会不会考？每次 reset 表演完，衣服穿好，穿好了。每次 reset 表演完，最起来的就是那个，那个，那个音乐，可以再跳一次。雀跃的，你是我的头发吗？这头发这样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再跳一次，对对对，再跳一次。下班的音乐快掉了，但是没有掉，哈，没有掉。啊呀 ，fire is the fire。Hello， 人好。今天是不是应该开始认真考试？掉了你就知道，掉了就把它踢到旁边。我跟你讲，不会掉的。Hello， 草莓酱。Hello， 拖拉盖。我要认真的来考驾照。好像没有指挥，你再说一次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智慧，对，我就是没有。哼，我可是哈喽王其中一个，拜托，想看我。塞满了，来吧大家，这样可以吗？够满吗？笑，笑什么？
我不要理你们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来让我的智商变高，我要来考路考，不是考模拟考。哼，走心了啊。果果的品，什么时候品贤变成果果的了？我以为一直是七七的。没事，骗的。我的粉丝才不叫龙包，曾经是。啊！哎，那个，呜、嗯，哎呦，梦。中风。好了好了，像古董了，像古董了。哈啦当，智障不服，你们真的很讨厌呢。不可以。车辆总限制，车辆载重限制，车。啦啦啦啦啦啦Hello, 弟弟。
去勾，去谁的勾？对呀、不好说谁的。Hello， 楚雄，那那个包子也是另类滴滴哈。我家好像有，可是很久以前了，看直播的。OK， 你才不是，你是。Hello， 陈恩。现在有人换到了吗？哦，你是该不会是三场这样一直就是三场三场看吗？禁止临时停车路段。几只 monkey， 呼呼呼呼！有人分享图，有，还有给我。就是好像有看到，Hello， 驾驶人无照驾驶或酒醉驾车，应该是不行的。不去啦，不行啊，盒子里是什么？用抽的是不是？一张拍失败的，他抱我，然后脸就当下巴超肥。哦，我的这么早就出现了。Thank you.
到那里说有有有，我们有一张。好，再见了。啊！神。Open team。这张是因为我的脸被拍得太肥了。哎，不行，我上次真的有过，你不能这样。嗯，不能这样。我没有刘雨琦。下巴遮住就差很多。我这张拍失败了，超肥的。不要，不要三千收了，一台 monkey 收。是那一张的延伸。多考几次。哒哒哒哒哒。给你糖肉，糖肉是什么？我想到会去挖。地图炮。
钱的。大家猜我这次会几分？87，欸，这样有及格会可以。肇事后，与我无关，赶快死机。向前伸直，向身体靠拢，向外张开。机车在未划分。分快慢车道之间行驶应在任何车道均可行驶吗？还是是只能在对应车道行驶？我这个叫做逼大家和我一起学习。大家您觉得呢？那这是最右的，对吧？Hello， 玉安，加油啊！加油好吗？驾驶人在道路上蛇行或仅以后轮着地等危险方式驾驶出入。车行驶着，
加餐路考虑认识。机车行至交叉路口遇绿灯时，而横向的行人穿越道上却有行人违规步行穿越，人应减速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，因行人穿越道具有聚焦优先的路权。不是啊，欸，他闯红灯呢，欸，对啊，我一定得让他，不然他就被撞了，是吧？Martin， 在弯道前机车应减速是安全之后，入弯道时应该是谢谢星天你们送的小小球苗。什么叫做环保驾驶？是一种安全、经济又环保的汽车方式。什么叫做环保驾驶？什么是环保驾驶？刚刚的第三十题，任何车道均可行驶，我选了二。80分，大客车大货车及连接车。欸，斜的怎么是斜纹线？是指斑马行人穿越道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一啊，机车在未划分快道行驶应在最左跟最右。OK。吊销，终身不得。OK OK， 来来来，啊，真的，我认真不知道，非常认真。谁睡着了？哦，好的，
了解了，我知道了，要再考一次吗？认真考试，积极向上，认真考试。喂，那算了，不考了，不考了，我不考了。我们来，阿六叔叔，我们来聊天。好不好啊？我不考了，我不考了，没有人看我考试。吼 ！Hello， 班生 ，Hello， 可乐王。不要，我不要。有啊，我有装，其实。哎，考试的时候跟你们一起考才好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问题可以问你们啊，对不对？我去看我有没有丢好。扁扁。你送我的不要阿拉米，我就是任性。我是直接网络上找那个机车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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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在挑萝卜糕了，去买啊！人吓人吓死人了！还没开始，啊，就快开始了，剩半个小时。对，去过去不用时间了。还要去抢萝卜糕，我用好剑，还要去买那个萝卜糕。我那天去吃麦差佬啊，然后就吃那个安格斯黑牛堡，然后我就吃完，我跟我朋友讲说，我觉得安格斯黑牛跟你吃吉士堡的感觉其实是没有，我觉得不一样，差不多的。我说牛堡的酱不一样。然后我就看着他，你再去点一个、啊。他说，你要吃我可以再点啊，只要你吃得下。我说我可是吃了两个大麦克的人耶，两个大麦克。他说，欸、对，算了，当我说我当我没讲这句话。可是安格斯，菲乐加培根的那个，那个酱好吃。你好，这个有没有做比较好？没有，我就只同一次好吗？我这个礼拜才吃。你可以找到更好的，不想过冬，厌倦沉重，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。分手快乐，请你快乐，挥别错的，才能和对的相逢。离开旧爱，像坐慢车，看透彻了，心就会是希望的。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，你怎是你为我的忧伤容，你自信时候真的没多了。不太会唱。其实情人节就要来了，剩自己一个。其实爱对了，其实爱。爱对了人，其实爱对了人，
不是，其实爱对了的人，是一进来这歌是真。那，分手不要做朋友，好不好？情人节就要到了，剩自己一个。哎，我们唱，哎，我想唱，等等，我知道。分手的是清空你专属的抽屉。如果没有，换一个。可以了。很久没唱嘞。这首歌叫做预感，送给大家。默默的想，是不是我又做了什么傻事？是不是太多行为无法解释？你说我像个傻子，总是天然的无法控制。偷偷的看你和他聊天手叉腰的样子，也在意咖啡店常坐的位置。我是否不该这样矜持，化被动为主动的攻势？是什么样的爱才会突如其来？难道选择释怀才是好的对待？不明白，或许我只能看开，这样没保证期限的未来，怎样的安全感才值得我依赖？要勇敢自己改，个性也要看开。难道连这种要求都这么难？到最后，只能靠我的预感。啊，好难听！抱歉，请大家。抱歉，大家多多原谅哈。也许我不应该太沉默，才让我要的结果一次一次的飞过。也许我不应该太执着，不断的犯错，可能是内心中太脆弱，无法接受那不是属于我要的结果。可能是太寂寞，大家都说我想太多。是什么样的爱才会突如其来？难道选择释怀才是好的对待？不明白，或许我只能看开，这样没保存期限的未来，怎样的安全感才值得我依赖？要勇敢的期待，个性也要看开。难道连这种要求都这么难？到最后，只能靠我的预感。哦，我来了。是什么样的爱才会突如其来？难道选择释怀才是好的对待？多少次
我想你看不出来，心跳的节奏那么的澎湃，再值得我依赖，要有男子气概，个性也要很慷慨，难道连这种要求都怎么难，到最后、哦哦哦、只能靠我的预感、哦、我的预感，让那个把爱收好，很久没有赞呢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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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是车祸还是认真车祸还是？怎么改变？对你还是想念。好了，早点休息。曾经的。应该怎么找回，好，早点休息，出门记得要跟车保持距离，知道吗？这么留在半路，我睡不着，怀念有个拥抱，安静的夜里，美好回忆突然变成打扰。相信你说的，会把我的手牵牢，不会轻易的放掉。但这一刻，我手心怎么空了？也不一定是我把爱情看得太简单，只是一不小心成为习惯，顺其自然。你已不在，却还留着你给的伤痕，这样的我该怎么离开？喂，哎，不要说你那种，不能那样。我都明了，听说是为了我好，被伤透的心放弃对你假装善意微笑。我全都知道，爱不是寂寞煎熬，不会永远都美好。但这一刻，心还是隐隐痛着。也不一定是我把爱情看得太简单，只是一不小心成为习惯，顺其也自在，却还留着你给的伤痕，这样的我该怎么离开？寂寞它无法防备，笑容怎么挽回？失去却得不到安慰，明明我就已经选择离开，怎么会如此困难？而结果是我的心放不开。爱也许真的是我把爱情看得太简单，还把承诺当作一种习惯，其实已腐烂。过去的好，现在的痛，我全都已经啊，把爱收好，我勇敢的离开。未来的我会值得期待。刚刚没有唱上去。过去的好，现在的痛，我全都已
姑姑啊，过去的好，现在的痛，我全都一起掩埋。爱说好，我要离开。未来的我会值得期待。哎呦，哎呦。我现在觉得还好，没有到需要开得起。谢谢小敏的掌声鼓励跟真心男子麦克风。我最近喜欢大叉子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啊，那。让大家刚刚那个分手有点不太 OK， 来一首好一点的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上学吧。哎，你等等我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人偶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。全世界都知道，吵吵别闹，让爱进去，请你准备好。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，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你一片成习惯难以戒掉，我多喜欢你我不知道，喜欢你在下雨天放晴的，喜欢你扔下雪片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，我都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我都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大叉子。就觉得跟你一起上学很开心吗？你的眼睛每个瞬间都很闪耀，我喜欢你弹钢琴每个音符都很美妙，我喜欢你哪里哪里看书分心看我脚下好翻页游戏，我配合你走，偶尔心情感冒发烧，你是甜的药，就算当到爆深深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，我多喜欢你我不知道，喜欢你那不知道有趣了，喜欢你让手写题简单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戒啊，你会啊，唱错了，不行，我决定换一首。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，你会知道。失败。
织女在天上的妒忌，鸟卵拼命弹起，叫我们都甜蜜。一年365天，四个季节，我们都黏在一起。下雨，人气全都散去，只剩下我和你说不完的话题。就算雨后没有彩虹，你我都懂，有彼此就够。我想我爱你，不是三言两语，不是甜言蜜语，就能轻松地说明。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，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。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，看你每个美景在重新。让我来填饱你的生活日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。熟悉，今天有点冷冰，却感到很温馨，钱在你口袋里，口袋里。天晴，阳光热得要命，你说笑话让我讲述打喷嚏。轻轻的写文章，终于开春花，笑嘻嘻对我微笑。感激一路上都有你那么细心滋养我的心。我想我爱你，不是三言两语，不是甜言蜜语，就能轻松地说明。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，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。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，看你每个美景在重新。让我来填饱你的生活日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。不是三言两语，不是甜言蜜语，就能轻松地说明。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，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。我想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，看你每个美景在重新。让我来填饱你的生活日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。让我来填饱你的生活日记，谢谢奇恶口的比心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大家拜拜。おやすみ。让我来填饱你的生活日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拜拜，晚安哦，期待我的节目，好的哟，好的哦，请不要转粉哦，谢谢，拜拜。